一年容易又圣诞，唔通今年又要 Lonely Christmas？ 不如节目睇下今年有冇出铺路。捷克嘅女孩子咧就有一个传统习俗嘅，喺圣诞节嘅时候，佢哋会背住门口屋企，然后攞住一只鞋掉出去。如果咧鞋台指向大门外嘅话咧，咁佢哋就会喺一年之内结婚噶啦。相反，如果鞋头是指翻屋入边嘅话咧，佢就会单身多一年噶啦。不过咧，习俗呢啲嘢咧，听下就算啦。日日匿埋屋企啊，又点会出到铺呢？快出去识下啲朋友啦！